你又干啥坏事了？太干了！哎呦我的妈呀，小凡，你可咋整啊你？你给大哥说话说干啥呀？你让他上学呀你啊？带他呀？妈，你真聪明。嗯呐，我看你要不带的啊、哦，哎呀，惹事了，我告诉你。哎，擦擦，你好好的。这一天的你，作业写了？那告诉你个坏消息啊。啥坏消息啊？你猜猜。我哪知道你啥坏消息啊？不知道晚的。咋又是盗版的呢？今天我们背了这个《论语》之后呢，我发现跟别人不一样，又是缺一句，又是少一句的。这已经是我给涵涵买的第二本《论语》了。之前那本呢？拿出那本来，看看。这个是之前我在网上给他买的，然后涵涵说跟他们同学的不一样。你看，他虽然20篇，但是也是缺少篇的，这是吧？嗯。然后一翻里边的话。没有9和10，对，直接到12了，少了3章。对，而且还里边还少句子呢。之后我又在文具店给他买的这本《论语》。我班同学说这是儿童版的，儿童版可能会少。对，那天我上文具店去买的时候，就有5、6样《论语》，所以我着急，我一看吧，我寻这个是呢，我就拿了这个呗。在网上找的时候也有好多个版本的《论语》，我也不知道，都写着正版的，所以我就选了这本的。结果呢，可能好的，又是盗版的。这盗版的太让我生气了，太让我气愤了的。怎么都会有这么多的盗版的呢？妈，你看咋整啊？跟别人都不一样啊！而且今天还要背诵了。那走吧，去买一本去吧。要不然你今天晚上背啥呀？好的，那个叫啥笔管又没了。笔管啊，我给你买了。嗯，今天还中奖了呢。这写着再来一盒，所以中奖了。走吧，一起去换去吧。中奖了，那我们已经到了。走，这么多论语都不是。现在我和涵涵已经走了2家文具店了，不是，走了3家，第3家关门了，也没找到他们班同学大多数用的那个论语，必须得跟他们找一样的，版本有很多，看看还有没有没关门的了。现在已经8点多了，都第4家文具店，希望能有啊。走吧。终于跑了第4家，终于买着了。哎呀，哎，论语。买这本的，这个跟你们班同学的大多数一样的吗？啊，哎，版本太多了、但这个应该是挺全的。拿出中奖的、这是原先的，嗯，中奖的。再拿一个，这也没有奖了，但是也可以。嗯，咋没要奖呢？这得了一盒，那就不错了，7块钱一盒，你还中了一盒，是我幸运的小手抽大的。赚了赚了，妈，可以了，可以了，嗯。有多少段啊？6到10段。好的，来吧。子曰：“弟子，入则孝，出则悌，谨而信，泛爱众而亲仁，心有余力，则以学文。”老师让你们背这个《论语》，因为觉得在你们初中、高中甚至大学的时候背这个东西都是特别有用的，知道吗？嗯嗯。所以老师让他们每天都要背一段。小朋友们，你们老师也会留这种背《论语》的吗？欢迎评论出来哟。